Hello， 今天吃的都是一些小吃，这个是三种口味的生煎包，饭茶是我们这边特产，然后这个是菜汁。有点像抹茶，但是其实不是的，它味道有一点点咸咸的。这个皮超级薄，里面全部都是芥菜。
那我今天先吃到这里了。